怎么说？你先控制他呗，先控，先控制，先控制。南哥来了，欢迎南哥。套了他，套了那个，套了物理，给杀了他。请吧。换是你吴子英了，吴子英物理。OK。我南哥的话，随便给我刷点的话，你们老糊涂，糊涂不了一点。那我停了。行行，双擒。下个牌了啊。嗯。他的方寸抢速度了。我操！万事，上来就要点我，是这样。我靠！太骚！硬来、啊！牛逼牛逼牛逼！他比咱硬啊！我靠！没火放下呢，他打野路。哦哟！请个宝宝！飞出屎啊！牛吧，他地府共度啊，女元最笑。他放一把，然后我那个吧，他放一把，我再跳他吧。我起个血灯吧。不，你套和尚，不要起血灯。你套一下和尚吧，套一下和尚。女元最懂说，女元最去哪？换是第二人心。三号有报跟对面翻算吗？不要跟方队，咱走对面的五号宝宝，杀大唐宝宝。不要压尸，不要压尸了，不要守尸了。杀女儿可以，杀女儿大唐宝宝可以。杀五号吧。我只能喜欢宝宝了，感觉。什么符战化神木吗？他这个阵容的话没什么东西的，这个。表弟，你就跟我说一下什么阵容有东西啊？他这个阵容是哪有什么东西啊？我操嘞！谁不光辉啊？没事没事。继续清点五号秒啊，继续点五号秒，你去控了你去控了方寸，他够了吧？够也控吧，点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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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点人心清五，再点五慢的，我的慢的去压、okay. 低的话可以压。 OK， 我的宝宝去守一下，我的压吧，你的快的就可以跟一手吧，快的话清五号，行，可以跟一下。他放过一把，我可以下地府、啊。我扫把流云，扫把流云，流云在武装身上，花生是凝滞放下。行。光辉都没补啊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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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犯下也没丢啊？哇操，这难受。小心守住了。先放下吧，好吧。他拿不起。不要放，不要放。好，再点五号哦。那我套花生断人心怎么样？你去套花生，笑了他的方寸，然后那个谁的宝了？那个女元帅的宝了？女儿的那吧？啊，我操作了，我操作了。你看看，你壁垒操什么作呀？那和尚宝了 ？OK， 我花生宝了，必须守大堂可以。那地府整体应该都有愤怒了。哎，你不守方寸呢？地府给过流云的。你这个人的话，你他妈混的，你奶奶个腿混的！那两个只能笑一个呀！我操，让你笑的他妈方队三！啊！你说我真的，这喷他，真该喷他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稀碎！那我下一把犯下了。跟自比一样的，自以为是。不是花生带的放下吗，豹哥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我来放吧。行，你来放。行，放吧放吧放吧，可以继续压个大堂，他大堂没罗汉，因为我扫一把特技，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优势，你知道吗？有定有啊，你得放费，再用方费，你再下表弟怎么保呢？活我，快点活我，好吧 ？OK， 啊，活我的话，然后的话套和尚，快点套和尚，好，我给你压大堂，大堂没罗汉。表的话直接吃五龙丹了，不吃塔了呀？吃塔了吧？吃的好像也没毛病。他要点过来了，他们有你他妈虚弱，真的长得要。炮哥，你这典型的欺软怕硬。水了啊，水了啊，还行。我秒也秒不死，那卡要用贴能贴吧？贴。贴不住，贴不住。操！我他妈吃五龙的，哎。没补放下，
嗯。哎，该捧放下好了。杰哥。明明死的，真的。我直接补了，反正也没啥收获。嗯，先把放下。补吧，补吧，补吧，补吧。咱要不天地？不要天地。浩哥出宝宝，远随就控了对面的龙三位。你还要来吗？不要吗？不要。你化身那个女儿现在多少度啊？我够大的。OK。啊，这两回合应该是点不了人了，我得拉个黄先。赔一根，兄弟们。控法系 OK 的。放下不是和尚有放下了是吧？对，我放过了，我放着，这回合就给了。啊，少个特技没办法。凝滞了吧？有没有凝对面的状态？很凝。我下了指定没意思了，试一下。他下回可能会分进去，他肯定分了。试一下，你先试一下。这都是吗？嗯，我那我凝滞黄泉之息。我操！那我直接给你留。哎、我的妈的！这 PK 打的是流云，我凝滞吧。行，我流云女儿孙。来，栗子再出宝宝来。出了出了。浩哥，你宝宝这回合给栗子顶个大金可以吧？不不，其他宝宝全给栗子，三个宝宝添来。我出孩子怎么说？你出碧蕾。你出八孩，宝宝，快点！你们你宝宝贴，你们三个宝宝都贴了吧？该贴贴。我们俩贴 OK 的 ，OK 的。这个飘的话也可以的。我不分身的，我知道你意思，这差太多了。给过放下了，兄弟。其实你这把飘也行，能把凝滞给了。对啊，我是不分身的呀。安心全都来了，来套路了。稍微有点难打的，我觉得得挪。哎呀，光辉炮哥继续补光辉嘛。行，好吧。挪了。女儿推罗汉。你挪，那我化成。化那个魔龙战的话，起个牛劲来，和尚出宝宝。补光辉了吗？那个炮哥给那个给他补，给龙三位补呀。谁拉我？有拉我的吗？我没拉，你自己拉。技能拉呗。我不是有牛劲吗？没有，你指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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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有拉我的吗？没有拉呢。好像哎，好像不都跳出去了。栗子宝宝拉你了。没有拉吗？拉了拉了，我看到栗子宝宝拉了。我看你们没人拉，我就拉你。可拉了，拉起来没毛病。两手抓了，他没出东西。我带了黑玉。你带几个，炮哥？带三个。OK， 你吃一个吧，给女儿村。我先起个宿主圈。那我给女儿村。不不不，你先起个钩吧，你能活我。哦，OK， 我把你活了，可以了。先起个宿主。那我给女儿村来光辉嘛。啊，这回合要顺着我怎么办？我你得听风，你得听风。你武装来，女儿飞来，女儿宝宝，女儿飞有大招吗？大招控了对面地府，快来。没有，我刚罗的，我直接。我活你，你放心。那你干啥了，女儿飞？我封地府了呀。可以的。嗯，这一回合就给女儿飞吃回弹回速吗？你可以吃一个。嗯，可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没他快啊！你看，你这把给清风 OK 的，我们双保。他怎么点我呢？啊，这把没他快了是吧？我没他快。流云凝滞都丢了，丢过了，没事，吃宿主圈应该有了。没有，他也有宿主圈，没有。不不，吃那个啥可能有了。全量回速。他有宿主圈，哪有回的他多？也回不了那么快嘛。肯定他快，肯定。两回合，一回合，十八不够的。很强很强，他地府够了。他地府法系应该都差不多。我继续补关了。法系不，我看一下，你继续补上端的话，可以补上端，补远飞。远森怎么说？远森奇塔，远森保自己拍。化生也够啊！没时间了，先操作了，两个了。先操作吧。嗯，他化生也是够的。清风是解除两个单位的封印，清风有啥用？他够的话没有用啊，够就够了呗。要挪了，肯定没他快。你这时候的话，远森不能奇塔是吧？不能行了。武
装没他屁股快。一尾偷家，一尾偷家喝个酒来。我下锅骑塔怎么样？我操你！五千万可以给女儿村驱魔吗？可驱可驱可驱。活我吧。我不想活你，我想水晶一把，你可以吧，这回哥？我看一下。我有金星。那你金，你金，你比他慢，没事，水晶吧。你可金我金我金活我吧，金活我吧。OK， 女儿村直接喝酒，女儿村直接喝酒来。我起盾了。你起盾可以，可以起盾，可以起盾。表弟干嘛了？人？我去清了对面的三号位。行，给你打先机吧。不用打先帝。你现在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早点休息。告诉我，他还是要点过的。这个金星比较好，推动了其实就防不住。我操！一号区的全力啊！大他伤害，他位的光辉补了吗？补了。好大，大爷是死不了的，也是想弄也死了。我靠！谁？不亏的。幺零三都没有了吗？我化身是够大的。你等一下，化身四不用说，等一下，你一尾豆浆嘛，来吧。行。有他快了吗？五装怪起个塔。五装怪起个塔可以的，五装怪起个塔。没他快，我只能控地府啊。我自己。你控法系来，控法系来。你控地控法系。我自己拉。自己拉起个队。他地府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拍错了。那他要冰宝宝的。我武装官打给自己打流云嘛？你靠得轻，你慢其实也是好事。你不要打流云了。那行。下把你拍自己是最合适的，其实你这个智商也是，活了他吗？活了那个，活了栗子吧。我清风保化身怎么样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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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化身全切的，来来，其他宝宝全贴栗子，那个炮哥的宝宝给栗子顶大，快点。OK， 牛剑。换个牛。牛剑牛剑。来个蓝发栗子，给化身来一个。好的。这他妈催眠是他妈真恶心啊！好，你是没中，拍自己了吧？我拍了，我不敢赌这个情况。表弟有智商啊！操，我智商的话呢，绝对是有，是绝对是有。盘棍了，但是的话也是死。有智商，伤害太高了。你去控吧，你应该有速度了吧？要不都是你马开的问题，应该有速度，应该有速度，应该有速度。你控了对面方队山，然后的话，化人四出宝宝，炮哥自己开，栗子宝宝拉我，快点！宝有速度，我这今天缓下节奏怎么样？你自己拍，不要失五龙。我怕我雪宝宝拍自己拍不中啊，没撞。和尚够了是吧？和尚够了啊，是吧？花生是够的，点挂。不够了。哎，栗子，你不是欧的经脉是吧？是欧的经脉，欧的呀，这把。OK， 这把给你加先力了，是很快感觉。下把还要快啊，下把十五回合。我得亏没出。我先点血灯吧。我直接金了，然后天地不不不不，我看一眼，金的话没有意义的，活我吧 ，OK， 我封一下对面法系怎么样？你去封了对面法系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冰我去冰了一号，我冰了一号，我操，怎么这么都两三回合，啥意思呢？下一回合就好了，下一回合就好了，好了是吧？那个他妈手残，真的他妈手残，
可以的，你笑可以的。他套法系，我就套疯了。第二个手指真惨，又一把抓，还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只能点着方寸飘，对吧？是这样吧？也 OK， 你可以破他那个风。我花生是满的，我。我靠，他宝宝真的，那是真的，真的真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我几个血灯还是控花生？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那个栗子的话能欧吗？栗子？他刚刚欧。刚刚欧完呀。OK， 那你秒吧，点着五号秒，点着五号秒，起血灯嘛。花生是罗汉，花生是要不能罗吗？罗吧，罗吧，罗是能罗。那远程怎么说？控他了，可以的。远程你要不那个和尚不想罗的话，就下地府就行。OK。栗子起对了，栗子秒呀，没秒了呀，秒五了呀，他快了啊，还得吃亏呢。离心道符这么看吗？这么看吗？不是吧？我想着第一下破他，第二下进去，结果一下没破，这么尴尬。我下回我有心。好，两百半天，两百半了。我操！全力吧？应该是全力。肯定全力，他知道我们阵容。下一把感觉对面要点了。点是要点。点的话，女元村就控了对面地府吧，好吧。花生四就活了，栗子保个全贴栗子，那个武装冠。卡防守大盘。卡防守大盘可以的。我最后一个回南给女元村吃吗？你别吃了，留着吧。行。谁吃一个也行。点了。OK。哎呦，其实这一把风中大弹，我感觉，行。接了吧。可以啊，栗子。渡劫没破。破了。贴狂贴。啊，没事，死不了。我给龙三来一把流云怎么样？哎，不要，这小的还有的没的。你抢不过他速度的，他神吧？现在方寸山还是快是吧？还是快。我看一下武装的话，把镇阳打了来，武装把镇阳活了他，然后女儿村这一把去宝宝自己拍一下自己，控了对面法器来，好吧？干啥来着？我有经验。你可以选择经经验都可以。没经验。没有，就点了五号秒吧。嗯，好。得给花生来个大金。有的快了，速度了，自己拍了吧？你化成大金了？我让你再拍。我发现你是真的，你要他妈四美带我来陪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发现真的。哎呀，他催眠你，你下一波针对面地府吧。我都说让你自己拍自己了。你听他的还记得？哎呦，他他妈是大能踩着雷呢！我的天！下一回你要争对面地府，不争对面地府，对面又要点。没事，我化身有把大。有把大就别争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我给把金怎么样？表？你金一把，好吧，你金一把是没问题的。然后的话，武装冠就套了对面的法系啊。我套法系还是套大坦？套法系，好吧，套法系。然后栗子，咱们去点的二号去秒，二号球啊，加先力给龙三位啊。女儿宝宝可以点了爱手神木林，谁宝宝点了爱手？我宝宝吧。可以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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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拉一下。他这波一定要点的话，点神木的。点女儿神木疯了啊！点不死。对吧？谢谢潘总啊，谢谢大哥。这栗子加了吧？加了呀，加了呀，加了呀！点卷村不疯了吗？不过还是有点伤害的。
我们得找机会压一把他大潮。潘总那天跟我去地府的话，也没扫去。啊，最后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有伤害、啊、还能受得了吗？还压大潮，压着的。得控愤怒了。嗯，他地府倒了。对，倒了已经。他地府他妈很弱的地方。我笑化身还是怎么样？你看，听我说哈，来那个女儿，她直接把那个迪厅出来，来工地厅来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然后武装冠去套了对面的和尚，武装套和尚，炮轰的宝宝去拍一下、嗯、拍一下武装，我的宝宝拍， okay. 好吧？我要出一个吗？你不要出了，你秒。然后栗子宝宝的话去拍一下自己。好。你女儿栗子塔或者几个盾都行，我活计，你宝宝自己拍一手。sorry, 出地厅了，抱歉。他挪了。表，咱们准的时候你是一点都不夸呀。嗯，嘴是真的准。你那个时候不准的时候，骂你是真的骂兄弟啊。我没他快，我直接金签啊，防止他损失，好吧？嗯，可以。点着大脑哈，哦，不是点着方队哈吧，我看看，点着，我给不了冻结啊，不要，放心，有点大脑哈吧 ，OK， 化生四头吗？不，化生四也投好吧，化生四也投，武装怪能投吗？投不了，没灵元，能，可以两滴，他没灵元，你没有灵元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你没有我反封对面医术怎么样？你反封对面的和尚，他有道符，套和尚了，来套和尚来，卡套化生吧，我没有今天。秒，来点着大堂哈，你宝宝贴一下，我贴了 ，OK， 不需要贴，其实他超快贴个毛，好接，他是还没开，怎么这么快？一个敌都没加上，那可亏了，还行吧，不亏的，提个宝宝。啊，这要有个敌啊！行了，靠近点了。啊，我这敌人还挺不会我。啊，那个地府还没活上去啊？没有。这敌子白给。太尬了。不，正常来讲加得上1000亿。最好是给龙三位加，炮哥。行。上课有停。因为我看栗子他说他要金，我不敢给他加。我说我有金啊，没事。来，那个一尾渡江，来和尚一尾渡江。OK。我风化身。你风化身。女儿争取盾。和尚宝宝。不，起什么盾呀？是。我看一下啊。女儿崔还有什么东西？还能出点什么东西吗？出鲲鹏来，女儿崔出鲲鹏。武装套和尚。武装那个先立的宝宝啊、那个立的宝宝自己拍，和尚宝宝拍武装，好吧？我立劈还能劈啊，我比他快啊。你就来就行了，就这个来，出鲲鹏快点，能来个蓝吗？因为大哥的都是你的，你还说再说？干了吗？没毛病吗？没毛病。老是有些解说几天的话，就想法太多。来，我操了！你这快乐的全都是瑕疵，实话兄弟。牛逼，炮哥！这准不准，兄弟？说我不准，以后谁说我不准，打大巴子，打不了吧？剑斩一点零元。抽差不多。抽好像差不多。可以，赢了呀！只要你不死就赢了。OK。头上有血灯吗？有，他砸不了。女儿说人顶一个呗。你别这样给我顶了，差的是一尾渡江。好，有一尾渡江。他要赢了。你看啊，套一个宝吧，瞄起来。女儿村的话，女儿村大招控了那边方准山。套一个宝宝，你觉得是哪个宝宝拉的？我套哪个？点着三号欧，然后套了四号宝宝。换那个和尚的宝宝，要不这样，和尚人给一号的宝宝丢个什么看看，丢铃铛也行。摇铃铛，来，先走，欧出去。赔一根。抵消了还能中，女儿好像有点克，准不准？我刚刚也想这样抵消第二个，白欧一个，
荔枝真的猛啊！两万，他一号宝宝得跑。我一号宝宝也给泡了，真的。啊，没拉，没拉。他反正一宝宝拉了。我笑一把化身够了。你笑一把化身是可以的，好吧？我看一下。女儿要喝酒吗？还是踩塔？女儿分七塔，魔王寨牛进。那个和尚的话出个敌听呗，他加先力的我秒一把先呗，行，秒一把也行，出个敌听，出个敌听，我补只快敌听了，补只快的，不行的话拉不起来了啊，光串有慈航的，他那个五号的吧，五号刚出的呀，五号应该是千速吧。想拉起来四号，只有一号能拉，只有一号能拉。哦呦，没死吗？四号，四号我套化身。四号你套化身，啊，你四号输出呗。你控个输出控大堂也行。这个我有些偏向地听，可以投一下高速的。你加笛子去，好吧？我宝宝拉表弟怎么样？不加先，我自己拉吧。你哈着谁？哈着宝宝。你得哈大狼啊！什么哈宝宝个蛋呀！你得哈大狼啊！我不是，我来不及操作了，刚才我想着化身要不要保一手。哎哦，他快了。嗯。哦，他起了风。我看他起风大唐算吧，快！他是够的啊，他那个和尚够的。我就把他扭进了呀。他活的谁？女儿活的那个和尚活的。女儿活的方寸，活的方寸。不换昆鹏啊，换不换啊？换不了。不换，没有用。他方寸动不了呢，不用管。他九雷癫狂。我觉得下一把女儿村要争对面地府，我清风保化身活血，怎么样？不，你不要纠结了。我有金活了他，然后的话你可以给，你能笑吗？笑对面和尚吗？套也行，套或者笑吧。套。他方寸动不了。你远分这把怎么说？你要是要不大招控地府也行。我觉得可以真地府就行了呀。好吧，大招控地府也行。不，三点真的有点浪费。活秒，来两点真，两点真啊。三位侠先练。对，两点真。他两点真可以真的呀，对吧？最好是有大招啊，有大招时候封，没大招的话就扎针啊，二选一。都没用，不太可能会点，对吧？说了真，我都说了，这他听不进去一点，真听不进去一点。你刚不说了吗？有大招你就封，没有大招的话你得说一下，懂吗？你这 PK 我天天解说，我看你也没学到东西，我看。我不说了，我说让你大招，你有大招就是百分之百绝对的这种。有真的。我让他封是让他大招封的，知道吗？我先去学的。给扎针吧，给他扎针吧，和尚再出个宝宝。OK。我宝宝拍一下自己吗？还是谁拍一下我？我拍你吧。自己不加先力，自己拍。好。我再补只。我水怎么样？不，快点补。OK， 哎，给哥，你可真能找我！哎，给哥，我他妈的是让混子大招控的吗？对。你们说谁怎么先封的呀？大招控的话，那绝对是我这个小丑是百分之百不能让他出手的。你们说谁直播间又封了呀？其实也差不多，他进清了嘛。哎呦，我本来就是说大招了。别带节奏啊，兄弟们！哦，一个地府没法防，漂亮！谁得贴一下地府啊？他二号可能是引攻。哦，我了个 DJ 的，就是，攻宝宝的话能打出去吗？我卡封一手物理怎么样？不要，那个，女儿有精，女儿村有精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女儿村有精，武装，武装怎么说？武装卡封物理，不要。女儿那个武装去套了校和尚，女儿村的话就精清了。点着大堂哈。
哎，你那个，你没想着法子陪我，还让我他妈真他妈那是甩锅。刚好配得上。他和尚可能就是没动啊。你没这把一尾回家不好说。可以可以，舒服。他化身也没弄啊，放个刚效果。对。远飞直接换马。我套化身。弟子，你黑玉的话给女儿孙吃一个可以吧？可以。没吃过爪，没吃过爪，不用吃。他抓过一次。炮哥直接烟雨，然后给死火，好吧？直接换马来，换马就秒出秒就行了。要吃不吃是吧？好的。我宝宝拉你吗？你自己拉对吧？加心力，加心力，不要。行。还拉不上速度圈了，其实。他有马，知道吧？你不换马是不行的啊。我马是肯定得换，也是黑玉，起码要出。爱狗说你会念技能女儿风法心秒是。我他妈会。这你没说的那真是一无是处，真的。小姐进了一点灵元剑也没东西啊，我感觉是不是不是得卡挂我的好吧，起不来啊，他宝宝速度不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封法系了，他起不来，他没他没有拉的好吧。怎么说封法系了，我你封法系 OK 的，女儿孙的话我碎化身，你碎化身，对然后呢花园寺活我 OK 好吧，花园寺活我那个我自己把女儿小死开了，迪厅的话把女儿小死开了 OK 的啊，我自己吃个蛋啊。你可以吃一个，这东西这么强吗？现在表象的确实多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灵星这么强啊！这永兴道夫真的很。我这是真的准，实话。那要不下次换一个？我本来是想做他的道符，这个都不。对呀，他好坑啊，感觉。哎，主要榜第几名的话，我都说无所谓，这个我又没说第几名、啊。是。出个孩子吧，谁出孩子？那个和尚出吧，我化身出吧。你要不要193？我给化身封杀吧，怎么样？你他靠封啊！我百分之百中，百分之百中。对，他有灯吗？他有血灯吗？看有血灯吗？有，没有？没有血灯，好吧？两个砸，给他砸死，砸钱，好吧？砸钱，你出孩子。那我砸钱不？你砸钱，我掏一把。你说他开封了对面？他是 B 抗的，你女儿得扣顶。哎呦！他是必抗的，炮哥，百分百抗风的。李银星道夫百分百抗，百分百抗风的，他有一次是百分百抗风。我套宝宝，你套谁都行，这个、他还是没他没发那个，嗯，好吧，没发那个叫什么？没进去。那个一尾毒浆，一尾毒浆。你看啊，炮哥，你点着对面大堂去套。行。这懂我意思吗？懂你意思。先把你神马给清掉。他现在也点不了人了呀。他想清神马啊，他想出神马那个的啊。OK。弟子，你的宝宝给女儿孙吃的、那个。要吃。笑了他，笑了他，笑了他，好吧。女儿孙。笑了他，然后的话，炮哥的话，天地了马，来。吃个天地吗？我没。天地了女儿的马，天地了女儿的马。OK。啊。一尾杜香。表天地了女儿孙的宝宝啊，炮哥，天地女儿孙宝宝。OK。先令激发给谁打？给龙三位打。你给龙三位加龟眼，给龙三位加龟眼。你有大卷的时候说啊。男人哥来了，欢迎大哥啊！抓的太少，你别说表弟还有点智商，说实话，有点智商。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这样我就想跟你吵架了。有点东西，有你什么事情？惨，就一把推。我昨天可是有点感冒啊，我只要稍微好一点点，谁也打不过我。可以出地厅了，车展呗。看看怎么弄，看怎么弄，秒起来，我们秒了，你没看出来？
你卡片还到了，你是纯纯有瑕疵。卡片到的时间刚刚好啊，没毛病啊。有毛病吗？嗯，是的，妹子，你没上端，我看有点抗性不高，没法啊。这卡片到的时间不刚刚好吗？一点。他应该是起来换隐身桶了，是不是？那没事，我打鬼眼。你鬼眼孩子都没了啊、哦？你说你两个法器有啊？嗯。哎，开连的关键。我操！嗯，行了。可以啊，再打吧，不打了吧，一点了，行吧，再打没有意义了。阿雾，咱明天约吧，明天。我跑过来个真阳可以吗？咱们明天可以约，明天可以约。给死了，真不太了，兄弟啊。OK。下次说话的话得提前三秒钟，你说的有点慢了。OK OK。不给你哈的机会。难受。兄弟们，给你们发个。